好，大家好，大家知道我们在哪里没有？我们在大荣四八著名的情人桥。大家看到这个背景哦，就会应该如果有来过这里的话，就会知道这里就是我们的丹中 SPA 的情人桥附近哦。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有什么搞作呢？然后我们自我介绍一下。OK， 大家好，我是 Hazel。 我有电话进耶，等我 decline 一下哈。 OK， 好了，我是琪琪。所以、哦、今天就是 Hazel， 他平常是在新加坡的，不过他现在是回来 home 到 Tanjung Sban， 所以、哦、在这里呢就邀请他来做一个 live， 就是他穿了我们的 Aurora Pants 过后有什么感觉跟改善。所以一开始我们当然由他自我介绍他的背景一下咯。大家好，我是 Hazel， 目前是在新加坡，居住在新加坡。当我知道这个 Aurora 裤子的时候，是我的朋友介绍我了，他就跟我说这个裤子是很神奇，它可以帮助改善很多的健康问题啊，手脚麻痹啊。当听了过后，我就觉得哈，有这么神奇的东西吗？就一点不敢相信啊。然后在不久过后也懂我的老公的表嫂就是树林，他也是在做这个 BE 的 International Business， 也是在卖这个 Aurora 的裤子，然后就通过了他就更深的去了解这个裤子，然后就自己买来试看咯。结果穿了真的是一个星期后就看到有很大的改善，手脚。之前你什么的状况啊？之前呢，我是因为长期在 office 做工嘛，就很少运动，可能血液循环也不是很好，所以就有手脚麻痹的问题，尤其是脚的部分会比较严重啦，就是可能在 office 下午的时候就会可能有脚麻痹，然后就穿了这个裤子过后就改善了，就不会有那个问题，然后睡眠方面也比较好，所以就很开心咯，这个裤子真的是帮到我。然后我就开始介绍给我身边的朋友亲戚还有姐姐，姐姐也是一样有这个问题，然后她穿了过后只是一天她就觉得她的脚她的手真的没有麻痹，因为之前也是不会相信啦，然后就一直鼓励她，就真的跟她分享过后她就自己来试试看体验了，就知道真的这个很神奇的一个 Aurora Pants。 So, 对对对，就是说穿了一天过后他是也是手麻痹改善。对，他是就是晚上他穿了，然后隔天早上他就感觉到，因为不然他每次早上起来是手会有麻痹的问题，然后他穿了过后那天晚上睡觉，然后隔天起来就发现到他的手没有麻痹，他就也没有说去跟真的很相信了，就觉得哈，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？然后自己在穿多几天过后真的是觉得是真的有这个效果，真的很开心咧，自己本身哦改善了健康过后，而且还有帮助身边的家人也改善健康。哇，这个是什么？他也倾听也走过来啊，在这里就是很大自然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还有当中家里的人也是开始很多人在穿着，也是用着我们的 BE 的产品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就有开始，因为我是长期在新加坡啦，只是刚好今这个星期是有 long weekend， 所以就回来 hometown，然后也去跟亲戚啊问起有没有知道这个裤子的东西，他问了几个都讲哦，他们都在穿了，就很好了。所以哦，有好的东西一定要跟身边的家人分享，因为我们也希望我们身边的家人也找回健康哦。还有除了这个还有什么东西要跟我们的 FB Live 前面的朋友讲吗？真的是要自己体会到那个 experience 才会真的去相信这个裤子的神奇，所以我是觉得是真的真的是很好的一个产品。谢谢BE International 带给大家这么好的产品，
也希望看到更可以帮助到身边的朋友改善健康问题，因为健康是最大的财富嘛，所以我们觉得健康就是很重要啦，其实就是这样，谢谢。对，健康就是财富，非常好哦。Hazel 刚才还没有，我们还没有 online Facebook 的 live 的时候哦，他一直说他很紧张，但是看起来应该不会哦。都跟大家讲了很多，分享了很多，所以哦，下一次如果有什么新的进展，我们再请 Hazel 或者是他身边的朋友的穿了过后，用了产品过后的效果，再来告诉大家。所以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所以我们就继续在我们这边什么情人桥这里走一走，来什么民生地，对不对？对。